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咱关心今仔日这农业气象，今仔日天气刚好是介稳定哦。不过小夸这水气哦，小夸增加淡薄，所以伫咱的东南部地区哦，透早的时阵有这短暂的阵雨，啊，是咧日时的时阵刚好是较小热这天气。不过伫中岛过了山区，小夸有一丝这西北雨，所以大家嘛小夸要注意。虽然讲天气现在是介稳定，不过嘛是小夸有这落雨的机会。咱今日要来教大家天气，就是咱农委会天气，大家哦，这伫咧热天的时阵哦，是较干燥炎热。涉及这红蜘蛛哦，提醒我们这个番荔枝的话呢，要特别的来留意。那么这个番荔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市价，另外就是农事所提醒大家，采食毒野固兰荔石有所闻，要留意台湾山野最常见的毒菇就是这个绿蛰菇哦，所以这边提醒大家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。好，咱今日天气的部分也在看到，咱这封面云系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偏北边，我们台湾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还有一些西南风带来水系的影响啊，所以天气的部分呢，台湾是较小热、较稳定，无得山区小寡这西北风，这透早的时阵，中南部沿海地区有这短暂的阵雨。啊，是这落雨所在也在看到，就是咱拄啊甲大家讲的。中南部沿海地区，那就是讲咱的这山区哦，有这西北雨。啊，是咧未来四天的话，赶快就是讲哦，咱的山区赶快小可注意有这西北雨，尤其是咧拜山进前的这落雨，可能小可较明显淡薄啊。所以以上就是咱今日农业气象，咱明仔再再会。